欢迎收看《饥饿游戏》。哈，今天我们在林口，然后呢，制作单位很体恤我们，因为最近都是大热天，对，也就是说那个烈日呢，晒下来皮肤是会痛的。运动是件好事，但是呢，大热天哦，运动呢，说实在的，还是比较辛苦一点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体操馆，没有了，都没有来宾哦。现在进行分队，对，没来宾要分三队嘛，主持人当队长，然后待会来宾会依序一次出现三个，然后会有顺序，所以你们三位要先选进场的顺序，然后配到就是你的队员，一二三，就是第一组进来三个。那他会不会在外面听到我们谁选第一个、第二个，然后就？哎，很有道理，所以小声一点。那我觉得，那这样我们顺序怎么决定？这就盲猜啊，盲猜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来宾有谁啊。我们手比出来，我们手比出来，比一二三，好，就一直比到没有打结的时候。预备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，有，好，不说，好，不说，好，欢迎第一批来宾进场，是我的第一批来宾。哎呦我们一开始觉得维安很安静，有没有？然后在节目播出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其实他的个性跟小可是很像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你看一般看起来是这样哦，待会开始玩游戏就跟你一样，就他两班之后就崩溃了。OK， 那华哥厉害了哦。好，上次已经来领教过了，好玩吧？好玩好玩，好玩。所以今天再来的话，就是再来测试一下自己的体能。也三组的第一个来宾都先有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是。主雄，哎，谢欣，夏雨欣，夏雨欣，强棒强棒 ，Hunger， 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很威哎，等一下，主雄是第一个走出来的，对啊，第一个啊，他三个男的，你是我这一队的，我自动准备先，仁甫到仁甫那，夏雨欣，张梦泽是这边，第二个。哎，我们这边很有成熟男人的 feeling 哎。哎，不是我们这里，但是战将夏雨欣战将，我可以选一下。你为什么有点笑不出来的感觉？干嘛？还有再下一批吗？没有了，离岸的。That's all。就这样。是首选哎。跟你们两个。怎么样？我在你们那边很强哎。是不是？有了主雄，我就觉得可以跟许梦泽抗衡。哎呀，哇塞！如果体力的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主雄来，我就觉得今天应该不会轻松了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我问一件事情。是一整天同一队吗？可以啊，如果要这样的话。对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要这样子，不是，我也会饿肚子哎，是不是？我怕啊。所以三组都已经确定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等一下这一集特别的举止。今天的冠军产生不比饥饿指数，所以今天每一关的获胜者都可以得到骰子，然后整集下来获得骰子数量前三波的就可以摇骰。然后总点数相加最大的就是今天的冠军。哇，这还要比运气 ？OK， 特别的机会，因为跟我们这组没关系啦。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，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前进第一关。哎，关注，好，怎么称呼？我是琪琪老师。好，琪琪老师好。我们是那个林口唯一的综合的体操运动场馆，因为我们结合很多运动，然后都有关体操在里面。我们主要发展是儿童体操，然后还有啦啦队。因为其实体操本身是带一点技术跟危险性啊，那所以场馆的安全性就很重要。我们刚刚一进来之后就发现，哦，这整个地方包括地板呐，还有一些设施的那个安全性就很高，没错。因为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板上面是我们体操的标准地板，标准地板。对，然后还有我们身后这个就是30公分的气垫，它可以训练很多的翻腾动作，在上面都非常的安全。对，然后刚刚还有我们摄影大哥爬的那个攀岩，可以训练胆量。还有，所以等一下欢迎大家可以爬到最上面。而且这个攀岩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它不需要拉绳子确保？哦，不用，因为我们下面你看到下面。有一个海绵池，这是我们最新技术。它海绵池下面还有一整座的弹簧，但是就算是从那个高度摔下来。
也很可怕吧？会傻眼哎，那跟云霄飞车有什么差别？还蛮疗愈的，但是是安全的，看别人摔很疗愈，对，安全自己摔就是疗愈。我觉得现在就有点担心了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哎呦，你看华哥的脸，已经冒汗了，冒汗了。哎，我们在室内，你为什么那么多汗呢？因为紧张。你看很紧张，很紧张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是不是也有很棒的美食要推荐给大家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小汉堡，里面还有就是很美味的厚牛跟。很新鲜的番茄跟生菜是，早餐呢吃小汉堡最好，一般正常 size 的汉堡可能有些人会吃不完，对，太大了哈，也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，辛苦啦，那这个就交给我们了哈，好的，关卡书我们要直接看关卡书了哈，一二三，各队进行体操三项 PK 赛，依照成绩排名获得不同分数，最终积分较高之队伍获胜。共有三项比赛，然后每一项比赛，第一名得三分，第二名得两分，第三名得一分，所以积分不一样。OK， 但是要听完 PK 项目的关键字再派队。所以只有关键字派队员，然后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要干嘛。要踩，你这个意思就是我流汗的原因。因为那个华哥上次来就有讲，因为拍戏是都有写好的剧本，对。然后每次来我们节目，他都很痛苦，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就一直很慌张的一个状况下，要完成很多事情这样。冠军的这一关，每个人都可以拿三颗，一人三颗，这个团队都可以拿三颗，三颗就蛮多啦。我好讨厌哦，我好讨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这边录影对不对？他们两个人说他可以啊，哎，就他了嘛，哎，一直这边讲哎，就他一个人上啊，都给他 啊，你就三颗了嘛，开心点吗？干嘛呢？你们可以不要碎嘴吗？就好好的录影。我在鼓励你。你们当作你们是在庙口看戏吗？我就搞，我就搞。没有啊，如果他们两个再加一个 no no， 你就会拿刀起来插嘴。都可以，现在介绍那个美食哦，谁会讲？会讲，我会讲，我薯条，我薯条，我再来，再来。就差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好，三组分好，换制服就位。三组都已经换好制服了，那么也只能听关键字来派出你们的队员来挑战这个关卡。第一个比赛，第一个项目跟平衡有关。平衡？但是体操每个动作都嘛跟平衡有关系。倒立也太难了吧？不会有倒立啊？倒立不是每个人都会的。这样子。那个战斗陀螺也要平衡啊。你出去嘞，那么难吧？旋转要平衡，要不第一关就派你嘛？啊，没有。花哥，按照他们的逻辑，越后面的游戏一定是会越辛苦，越恐怖。应该是比较耗体力啦，我觉得啦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，好不好？好，华哥，我们这边华哥先上。好，对，刘德华，华哥来。梦到我们这边，我觉得维安先上。好 ，OK， 好，你们维安这边是华哥，然后我们三个。我们。已经排好了，好，我们再一次上个战机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数到三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当作我第一天进演艺圈，你玩这个梗，20年前我们就在玩了。你数下我都知，烂透了，烂透了，烂透了。谁啦？我来。啊，你来。对了，第一个你来了。第一个项目是。单脚转圈甩彩带，哎呦，真的是，甩彩带，彩带怎么甩？60秒比身体的转圈数，然后在那个格子里面，超宽的话就提前结束。哎，这很容易超宽哎，要这样子哦，这样子哦，对，这样就超宽了，这样子。踩到线也算吗？整只脚出去，人你就跟着人转圈，它就会一直转圈了。对，是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可以的。好感动。好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小可。哎，那你。但你裙子有点高，可能会走光。不是，重点是他的安全裤也太长了吧？我老公说出门都穿安全裤。而且你这个是我上次我妈静脉曲张的时候才在穿的压力裤。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吗？哦。徐小可第一组，听哨音，预备。一。60秒。三。稳住。四。出去啊！
各位，你看一下，谢完在还没有玩游戏之前，你不要整只脚接住，你要待会看完他玩游戏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谢维安哦。哎，我觉得他现在在用这个彩带就已经有点。有点那个份儿，有点呛呛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头脑在想什么？因为我们观众看着你，不知道你现在思维是什么。我也不知道哎。我也不知道。超过三圈。好，请教我。超过三圈。好，谢维安，记得跟你讲诀窍哦。Go。一。差不多了。摄影师太夸张了，这个角度。是。公斤，你这样单手撑呢？平常扛着这样跑步，我这机器真的很重。刚刚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再示范一次，我们看一下你单手撑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我们调一下前礼拜、前几个礼拜的画面，我们玩万达题都没有跑哦，他架脚架。今天这样子他单手扛起来，哇，你单手扛，我超强哎。哇，这样我跟你讲哦。谢维安刚刚是四圈三圈，比你们多一圈。我想花哥，这个旋转你就是一个惯性让它旋转，你现在只要超过四圈你就来了。对，但是我们看我们几个穿这样子，我都不觉得有违和。不过怎么看华哥穿这样，真的好像看到志春剑头，就一个很震惊的人，可是怎么会变这样啊？预备。Go， 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注意框框，注意框框，稳稳的，注意框框，慢一点没关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慢一点没关系，没有，三圈了，我们竟然赢了。啊，真的三圈，这么容易 ？Yes， 我以为会赢呢。你那个第一名嘛，两个第二名，所以是第一名三分，第二名就两分，所以3-2-2。OK。哦。因为两个都同样圈数。OK， 花哥辛苦辛苦。辛苦辛苦。辛苦辛苦。哇，真的太辛苦。哈哈哈哈哈。他现在已经你放松了，因为后面就不用了，这关过就过了。好，后面两个。第二个游戏的提示是，第二个游戏提示是准度。哦，要准哦，准怎么？哎，第二关可是橘队，我来。应该是定点要你来啊，我来接球。接球。可是我觉得体操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体操不大可能有直接丢球的、啊，有可能他有那个弹簧床，你要跑一跑，你要跳到那个板子上面。我觉得你来。我吗？好。对。好。所以黄队是夏雨欣，夏雨欣。蓝队是谢欣。哦。双星对决，双星一致。双星啊，一致啊，哦，哦，两个星嘛，哇，好棒哦！好，都没等到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准度是要做什么？向上抛球之后，前滚翻接球，对，三次机会接中球数较多的获胜。这蛮简单的吧？然后翻几圈之后接到就算成球。所以你可以翻三圈之后接到就算三。前滚翻哦，这有点难度。加油加油，谢志哥加油！哇，碎碎碎碎，发芽！哇，碎碎碎碎，发芽！翻过头，翻过头。你应该接得到哎，应该接得到。不是因为翻完之后会突然不知道位置在哪里。Wrong！ 哦。你的十圈可以两圈，你有事吗？两圈，这十圈是可以两圈的哦。我要拿两分，我要拿两分。我觉得你的时间滚两圈呐、啊，我要拿稳稳的拿两分，稳稳拿两分。两圈两分，两圈会受不了我。没有啦，那两圈。没志气，没志气这种话。哎、欸，有制作人这样挑衅主持人的，你也听得出他心里的话，我以为只有我听得到哎。他常常这样讲哎。加油加油！哎、
接下来轮到舞蹈系毕业的夏雨熙。哎，舞蹈系，我要开始了。哎，你开始。三千起跳啊！舞蹈系就多。太远太远。舞蹈系就多。太远太远。太远了。太远太远。他的翻手很漂亮哦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不要这么远，但高一点。就是要高要高，一定要高。二，漂亮，回去，回去。二，漂亮，回去，回去。二，漂亮，回去，回去。往后抛，往后抛。这不要干单呐。很难呢。对，这个斜前，这个是抛滚接三合一啊，这个没有那么简单。对，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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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过。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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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过。刚好。泡泡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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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，要手他不会啊，要手他不会啊，他还是这样。对啊，人家会翻，你很奇怪，很硬哎。颈椎会受伤啊，因为你丢了你会很赶。他硬颈，他硬颈，来哦，你就丢那颗灯，丢那颗灯，丢那颗灯的位置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好好，阿磊，哎，接接接。哎，好好好，阿磊，哎，接接接。袜子啦！我天哪！我好怕你掉出来不敢动。你以为水饺店是不是？你知道？我好怕！他真的，我真的。你是有事吗？其实你刚刚还不错，只是你起来的时候你找球来不及了。你球如果丢前面一点点的话是可以的。对，丢前面哦。加油！太前面了，哎，你有办法从这边滚到那里？你看哦，第一次挑战三圈。你看，你刚刚丢了这个距离，滚两圈是不是刚好？刚好，刚好。来了，来了。刚那个距离要三圈了，你挑战两圈，我帮他丢了，不然女生力量不够嘛，可不可以？他挑战两圈，我帮他丢，可不可以？我帮他丢。好，他挑战两圈，来来，他一圈接到不算，但是一定要一圈接到，一定要两圈，要两圈以上哦，哈。好，我们完美搭配。你是不是翻大概两格嘛？翻两格起来。起来，所以你是在那个红点的位置。你先翻一次，你先翻一次，再一次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队长，别动，别动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要去算精最精准的位置。你从这边八苦滚回去。哎，对对，好好，脚就这个位置，好，很准，好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哎，你要记得这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滚滚，小孩不见。三 ，Go！ 滚滚，小孩不见。在你，在你赚钱吗？在你赚钱吗？他是这样子哦，他球是在这没有错，但他球掉下来那一刻，他也是这样子。会不会三圈比较适合？在你正前方耶！你刚一起来，其实就直接落地就到了。但你最后一刻很像被模型那看走，那样转就别的地方。第一名是橘跟橘队跟黄队，然后最后一名蓝队，对对，三分三分一分。三分三分一分，我们六分五分四分。第二名不是三分三分两分哦。第三个项目跟弹力有关。哎呦，所以这个弹力是要玩什么呢？挑战跳箱。哦，分数较高的我的成绩较高。现在不用记了。哦，到这里耶。对啊，到这里耶。
坐上去然后撸过去的不算哦，不算。好，王仁甫五层第一跳，哎 ，Go！ 我们来看王仁甫五格，哇！王仁甫五格顺利过关，接下来轮到了许蒙哲。许蒙哲在大家的眼中，他就是小飞象，但是他也很常在某些运动中变得很浪漫。哦，标准标准标准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，轻松。再来，祖雄。为了这个关卡，他把长裤换掉，自己准备就开始。好 ，jump！ 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好高哦！天下第一的威风班长画个画，却被骂到连小兵都不如。你这画得很重，因为画得不好都猜不对。刚刚谢欣讲的说，华哥画成这样，你不排也没有关系。什么？其实我们还一度有觉得打伞是一件蛮残忍的，不需要打伞。这几条线外加一坨黑黑的，我实在是。这是什么？华哥，你定了华哥那些尾箱啊，脱了。好，站。传说中飞跃的羚羊，飞跃的羚羊。接下来三组要挑战六层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。这个比小可跟谢欣都。王仁甫的身高，我在后面，你们只能看到我。王仁甫的身高是190，190。所以你看，啊，190，所以这个至少是有180的高度。好，好，差不多。刚刚加六层要加钱哎。谢谢你。啊，六层要加钱。加六层要加钱。很难哎。贤弟哥，可以加钱吗？我不是瓜哥好吗？来下一位。下面一位。哎，我出去找你。来。跳起来。屁股碰到了。屁股，屁股，哇。这真的很高哎，有高度哎，我觉得站在那里啊，跟站在这里看完全不一样。是，许梦哲。几乎也可以快跟许梦哲媲美。哎，这他大腿是也是真的蛮壮的。他是踢足球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他踢足球，所以他脚很有力。好 ，ready， 自己准备好就来。哎呦！哇！哇！他还有一层，他还有一层哎！我觉得他的高度七层都没问题哎。大腿，小可能没有心动感。哎，等一下。你说还好还好，然后开始脱拉衣服，然后脱是怎么样？矜持一点，看到热了，哇哇哇！哎，这真的就各位，王仁甫是190哦，这个你看这个，我现在卡在这里怎么办？你往前爬，我们扶着，我们扶着。1、2、3，哎咻！不是，主雄七层的挑战。主雄的大腿加油！好，主雄大腿加油！主雄大腿！哇！主雄大腿！哇！再加一个，只要碰到我一次。
来，这是会外赛，这是会外赛。他刚刚的高度应该还可以多七成半的挑战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这个高度啊，基本上啊，谢欣是可以站在这个地方的哦。对啊，谢欣是可以站在这里的，真的啦。你不要嘛，他刚刚都飞过去。我要站哦。干嘛？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来，祖雄加油，七成半的挑战 ，Go！ 让他笑成这样。哇！哇！太棒了，站在那边。你后悔没有站了吗？给你这。上面，哎，对啊，哎，那个多有临场感啊，这样。哇！这样。对啊。我知道，大卫拿掉一层谢欣躺上去。不要弄。OK 了 ，OK 了，让他挑战这样就好了。三回合加起来，橘队跟黄队都是八分，蓝队十四分，所以获胜的有两队。所以他们有三颗彩，都有三颗。那我们只有一颗彩子，啊，输了就没有，输了就没有，他也没得吃。啊，我前面不就讲了吗？看到这分队。就大概知道了。他们有骰子也不会赢。你要想想看，你这个哦也没有多厉害。对啊。我所以我说连我自己在内，我都看不起我自己。好了，所以恭喜我们获胜，来吃东西。小汉堡，我们的小汉堡，我们可以来请用，请用，请用。然后前面的这三颗骰子是我们独得的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华哥开心吧？你有没有庆幸不是跳箱？当然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刚刚在笑的时候我就，哎呀，这样太厉害了。但是观众朋友应该会很想看你跳箱，千万不要看，你会失望的。好了，恭喜我们两队。然后你们前方呢，每一组呢都有这个骰子，所以呢你们六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三颗骰子的锦囊，恭喜啦！创意文具国，哎，观众好，你好，哎，观众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，欢迎我们王子创意文具国，是执行长，我叫 Duke， 你是执行长，我以为你是打工的耶，你叫 Duke， 他这么年轻哎，我们本来都是做文具礼品的外销，嗯，那我们是去年经过那个新北市府的那个规划，然后我们成立光工厂，是，他们这边最主要是做手作 DIY 的。光工厂，那所以看到我们的位置是非常多的。对，那我们的文具呢，材料都是用环保无毒的材料。哦，所以包括像比如说什么橡皮擦啦、铅笔啊这些，每天手都会碰到的部分，你们都会特别的注意。特别是像，因为橡皮擦有分速用跟立体那种玩具的。对。那如果像立体有些很像饼干的、水果的，那么可能就会放到嘴巴里，所以我们的东西是要非常的经过非常严格的把关。所以意思说，你们的橡皮擦放到嘴巴里不会有毒，不会有毒，但是不能吃，但是也不能吃了。那可以给蓝队啊，可以吃，可以，但不要吃，可以当口香糖这样咬，但不能吞。可以啊，有点硬。如果执行长敢这样保证，代表绝对安全，只要对不对？那个是指小朋友误食啦，没有，不会真的有人拿起来嗑。那你们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是我们销售排行榜第一名的招牌 QQ 熏鸡松饼，然后我们使用的是日本进口的生永松饼粉，它吃起来的话内馅饱满，口感扎实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师傅自己纯手工作的柠檬塔，我超喜欢吃柠檬塔。然后这个是全台湾第一台全自动的手冲机器人咖啡。哦，对，它是由机器人冲出来手冲的咖啡哦。它是模拟我们一般人手冲的整个流程，这样。好酷哦！这个一般家里面就是有一台自己的咖啡机。那如果再有钱，想要更享受，就把这台扛回去。那你一天是要喝几杯啊？对，两杯，然后机器人这样扛。哦，这个非常酷，这个非常酷。好，待会都要尝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谢谢两位的介绍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玩游戏啊？对，要玩游戏啊。说好换队了吗？什么时候要换？哎，怎样？你嫌弃嫌弃？你有不开心吗？看看你刚才的表现，我们有在挑主持人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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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挑什么主持人大声的说出来。我一直选好他。好吧。想要挑。注销，还有不是主持人，刚丢，腿粗细度，哎，这个，你们现在是粗就可以当主持人是不是？亮出来，亮出来，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当主持人了哈？我声音很粗啊，好了，马上就会分队了 ，OK， 那先来看一下要玩什么，我们再来决定怎么分队，来，请念。各派一位队员在拼图上画图，出题后打伞。一位队员拼拼图，一位队员回力车驶入库，抢答题权，答对一分，率先累积两分之队伍获胜。好多关卡，然后画图者看到题目后有30秒可以作画，画在拼图上面，拼图上。画完之后把拼图拆散，哇，所以默契。拼图共有7片，每一片都要画到。看队友拼图的过程中，你知道答案，就要把那个车子驶入库，才可以抢答。但是下面分队嘛，对，是要先讲一下有孙协制条款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画图的人是由敌对指派。啊，是一起。哦，因为协制会画画。那就是敌对就不会选我画画，那你就没有，我就没有用途。对啊，对，那听完，每个人都有。你只能只做这件事。你熊后不要跟我一样再蓝色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有时候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，抽着抽着又一起。好，怎么分？华哥帮你用力的指桌子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要很用力哦，只能这样子。No！ 哦，这很像那以前的，对，就是那个票嘛，哈，对，好，来七个儿子，七个，哦，没有，好，你们先拿，对，先拿，先不开哈，好，可以先拿，就拿吧，那里面就会有，你们觉得我要拿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等一下 ，keep 拿这个 ，keep 不稳，好，从华哥这边开始。亮出来给观众看。相机叉，哎呦，可以亮的。摄影机。卡板，这个是卡板。哎呀，这可以拉起来的。哎呦，我的是，一样。哎呦，还有这个卡板，同样的。哇，全团所有人大腿最粗的两个已经在一起，真的。哎，可是这关没有在比跑步哎。这个没有体力关。这关没有体力的是摄像机。哦。那我的是摄像机，卡板，摄像机，卡板，哎呦，卡板，不一定有三，哦，摄像机，摄影机，哦，摄影机，哦，现在不是三队啊，所以是两队，不会你们两个都是卡板，我们一起拿，笑那么开心，一二三。又是同一队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，为什么又是你们两个？换另外两个好多了。是你要过去，对，不关我们两个事。那你要站过来，姐姐这里。来，我知道他刚刚最后剩两盒，叫你们选关键，因为一盒在我这里。对啊，是你们指定叫我选。所以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是这样，你们潜意识里面就还是希望跟他同一队。没关系啊，我知道。通常你们都嘴巴都会不承认，对不对？汤破两分大战。你到底要不要开枪？夹住人家头呢？对，你自己往前呢？我可以往前，你怎么可以夹？接起来就对，给我，主角。站呐，拿起来！对，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夹高的感觉了吗？哎，这个感觉好奇妙哦！驶入库的是谁？要先就位。我来驶。刚刚是谁说不要跟我同一队的、啊？现在我们在同一张船上，船，讲清楚，哎，我们就不要分离我。对，这样子哈。拉武器家人吧。
反正我们现在男人有的时候是要看技巧的，技巧取胜。好威，你好会，你最会取胜了。男人在被称赞的时候，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很厉害。好了，来吧，哈哈哈，没问题 ，OK 的。好，现在我跟华哥呢，负责画画的人已经做好了，但是我们身旁都有一个敌对的，就是我们画完之后，他们要负责把拼图打散。打散。对，哎、欸，那个华哥哈、哦，就是刚坐着，你坐着画画，你也很慌张的感觉。你不要那么慌张。我们下一秒要做的事，蛮刺激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跟华哥，我们可以先来看题目。哎呦，不能偷看啊、哦。哇塞 ！OK， 计时三十秒，预备。为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华哥的表情？没有。七遍都要挖到，七遍都要挖到。不知道。对，华哥脸上就写慌张两个字。感觉十五秒，三十秒。感觉画的越复杂，可能会越好拼。华哥加油！一般如果正方形的话，就只有四。对。二一，你没有善用好你三十秒。有啊，我每一个都有画到，有。哎、欸，这画的很重要，因为画的不好，我们可能十一百趟都猜不对。对啊。好，来喽，预备、欸。等一下，刚谢欣开始喽。等等，刚谢欣讲的说，华哥画成这样，你不排也没有关系。什么？我们一路有觉得打伞是一件蛮残忍的事。欸、而且他前面的用词是华哥画成这样，对，有点慌哎。来，我连拼都拼不出来。好，棒，要修哦。哇，我还啊，不对，还没死呢。哎，我大概知道什么动物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你这样子就知道了，你这样子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样好，我是马。打错！哦，拼出来就会像。加油！哎、欸，好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拼出来就会像。拼出来就会像。这几条线外加一坨黑黑的，我实在是。拼出来就会像。加油！这是什么？不对吧？不对吗？那个线条有连到啊。这里不大像吧？我大概知道了，我有感觉。我觉得。哎呦，我是画的，我都不能讲话。老虎。啊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要找一下。什么？华哥。应该是要这样子。加油！要找一个这边也有画到的边。这边也有画到的边。啊，死定了！死定了！华哥，你现在尾虾挖出啊？他第一个都没。不对！是不是这样？出来了！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好像是。对准！有 feel 吗？有准头！差一点！那不怪你的准头呢？可以！仁木哥，成熟男人的技巧。成熟男人的技巧。松鼠，答对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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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照了他，照着他的位置摆在旁边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画画好重要，那个腿都还没来得及画到。好，女子画来不及，画画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徐梦泽画的还蛮好的哦。OK， 我第一个想抬兔子。好，接下来你们第二棒，你们指派我们画画谁？反正不管你们怎么指派，我们还是会指派华哥画画。哦，没有，可以要换的，对不对？不能换，那我换人浮画。你完蛋！我最近有上画画课。我来玩车吗？我来玩车。OK， 好。想放在桌子上的吗？放在桌子上画。好啊。OK， 好，回来。放在桌子上画。好，这回合黄河其实，黄队其实已经拼盘。
海流啊，一筹千里路，干上一层楼。你是松鼠找到不行哎、欸！你看要我画画压力有多大？第二 round 喽，请你们前面的人趴下，我们要来看题目哦。先低头，好来，请出题。哦，十三秒开始，可以接了是？可以了，已经开始画了，只有30秒。每一块都要用到哦。哦。哎，你的笑很不尊重，徐小鬼，你的笑很不尊重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接到。哦，王如甫画超好吗？好有信心哦。王如甫他有时候觉得画很好的东西，跟我们想象的会有点不同。好，来两队，请放。这是什么？加油！可以的。快点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拼的只能拼哦，都不能讲哦。就算你拼的时候，你知道答案，你知道答案你也不能说哦。啊，这样子啊？对，红线条，对红线条，对红线条。是这一片，你试这一片，对那一片看看。我觉得它有可能是。在这，有答案就可以使入路了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是，肯定不是。哎，有答案就可以使入路了。问题是我们没答案呢。你们都还没有拼出来哦。他们没有拼任何一块，这边。我现在后面两个人也非常努力，想要看到底他拼出来是什么。不要再念了，我不能说了。这边是这个。讲，我超认真。是有规定说只能猜几次吗？没有，你就一直猜，猜到你对为止。猜到你对为止。华哥有答案了。华哥有答案了。好，没进，再来。这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猜猜看。哎，这，还没拼出来。歪了，我要走，拼完了，快一点。徐小肯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哈！快点！好，现在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不能讲话。我知道。好，现在两边都已经拼完了，现在就是看华哥。好，现在都没人死入库，没有人死入库。快点啦！不能讲哦。现在就是看华哥。你会。紧张啦，都有答案的两队，究竟谁会先使入库获得答题权呢？汤破两分大战。哎，你到底要不要开枪？夹住人家头呢？站，你自己往前呢？我可以往前，你怎么可以夹？接起来就对，给我，苏翔，快，站哪？拿起来！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夹高的感觉了吗？哎，这个感觉好奇妙啊！好，不能讲话。我知道。好，现在两边都已经拼完了，现在就是看华哥。好，现在都没有人死入库，没有人死入库。快点啦！不能讲哦。现在就是看华哥。你会。一塔丘，再往左边一点。一塔丘，你看我画的超好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其实画起来有没有？我的真的比较像。你真的有觉得你这个比较像吗？我印象中，你要就只写皮卡丘，然后让王如甫画皮卡丘，他会画出袋鼠的，真的。真的，他会画出袋鼠啊，很像哎、欸。代表你尾巴画得好。我尾巴，而且我，你看我厉害。我有点的，用红色有没有？其实谢维安这个也还可以，他画得蛮好的，对。他用那个线来连框框，很聪明啊。对啊，因为这个线是好拼，难怪他会推荐自己，推荐自荐，对，因为他画其实也还不错，嗯哼，对，但是还是输我一截啦，对，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赢了，就是输啊，好脏哦，那我们就被搏斗啦，2-0啊，2-0了，没办法啦，恭喜黄队获胜。
心。这一关被2-0口斗，我要谢谢我的画画老师啊！最近真的让我的画画，你真的认真的去画吗？真的。你知道你刚刚那画完之后，就是后来要转到这边之前，摄影师们去看你的作品，他发现你的作品是，这怎么可能猜得出来？天赋，画画，画画是要天分的。有些人看画就是看不懂，但你 level 高，就是通灵者。对，好了，恭喜了四位。好，五位就吃吧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柠檬塔看起来好，它松饼里面为什么叫 QQ 松饼？因为它里面有马吉。哦，它松饼中间夹马吉的，口感会很好。嗯，好特别，我第一次吃到咸的，而且那培根的味道。咸的松饼，好想吃那个柠檬塔，厚。那柠檬塔够酸的，我试试看。可以。柠檬塔就是要酸啊，而且它的厚度很厚。这柠檬塔一看就是很厉害的啦，好厉害！除了恭喜你们吃到之外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还有两颗骰子。好，所以有连续两关都拿到骰子的，有。徐梦哲，徐梦哲，哎，还有祖雄，我要祖雄，哇塞，两个大腿最粗的，都拿到很多骰子。这是一个公园，没错，来到这个公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地方叫做林口逐梦运动公园。逐梦，逐梦。然后呢，它非常大，它占地有2.6公顷，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，就是有4层楼高的水管溜滑梯。哎呦，它这里非常大，就还有这个足球场，然后还有篮球场等等的，在这里很适合亲子一起来玩。前面的美食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这个呢是猪排冻饭，然后再来左手边这个呢是咖喱牛肉乌龙面。这个牛肉要好好介绍一下，我们一般的牛肉啊都是用进口的，它是我们本地的温体牛，用温体牛下去做的这个牛肉乌龙面，它把咖喱汤呢去煮了这个乌龙面，让乌龙面吸满了这个咖喱的汤汁，哦，所以就非常厉害了。那另外呢，这个猪排这个部分呢，它加了一些柠檬的酱汁，哦，让夏天吃起来会更清爽一点。好，一定要吃到这两样东西，是饱足的一餐，没错，饱足的一餐。好，这一关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看到这个足球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怎么没有足球场？你们现在如果拿出泡泡足球的那个出来，我会一个人对决你们所有人。我没有。要进行的是4-4 Bumble 抢分大战。Bumble 两位解释。Bumble 两回合后累积分数较高的队伍获胜。每回合是5分钟。然后获胜队伍可以得2颗骰子，每个人都要穿魔鬼毡的背心 ，OK， 粘魔鬼毡的球，好，所以移动球都是粘着跑，只要手碰到球，就不可以移动脚步了，所以手是用来抢球、传球跟拿球粘给队友，然后得分就是人和球同时进对方的龙门里面，哦。对，人带球进去，那有守门员吗？没有，哦，不能有守门员，所以对方不可以挡在门口。哦 ，OK， 好，来，要分队了，怎么分？哦，这个很关键，男生输就赢了，分两队嘛，孟哲跟祖雄当队长。哦，一定啊，他们一定，哦，两个要分开来，对对对，猜拳选队友。那有机会会5个1对4个，哎，就是我们老条款，我中华华哥裁判压住哪一队获胜。啊，如果压中的话也算获胜。那他不用玩，到，所以他不用玩。进了条款，进了条款，你知道？因为我那天跟他吃饭也聊过。现在才红。这是演艺圈的潜规则。潜规则，潜规则，要跟制作人先吃饭。我一直以为潜规则是男女，没想到男男也可以。这太过分了。不对不对，只要你愿意。火哥压住的那一队，只要有人累了，或是受伤了，或是怎么样，我就要地补。哦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受伤。好嘞，两位队长，请选人来先猜拳喽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我先选啊！你选我鞋子就难过，你选鞋子我就难过。好，我觉得五。是选择障碍，选择障碍。
我选石鞋子啦。好哟，好，我就直接选了，就很符合。好好好，来，有默契的。OK， 我们有练过，有练过。选女生选啊。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要选一个，我觉得选夏雨欣。对啊，不会人选。对，选夏雨欣。你怎么这么看得起我啊？让我选那个维安。因为他刚才很诚恳握着我的手说我要加入这一队，真的，我们也会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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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我有感受到他的真心，你们不能输啊！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我是不是想谢谢？对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你们瞧不起生过三个小孩的女人，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臀部的灵活度，是不是？好，天下已定，现在开始准备。好，裁判啊，哎，裁判嘞，哦，那接下来就是华哥，这两个体力应该是不错，但是他也应该很对。不要小看妈妈，妈妈抢球一定很厉害。不要惹妈妈。对，妈妈这个妈妈很狠劲儿，我抢那个。那个是我，要笑出来了，你看我等了两关，终于要出来了，我抢王子，是不是？我抢很凶，但我讲话应该比这清楚。我只听得懂抢跟很凶这三个字，对，一开始他会很凶。我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听不懂他到底抢什么，他抢那么激动。你压一对，你压中了你就有的吃，没有压中，压到输的就没有。吃已经不是重点。哎呦，重点我要给你们信心，我压你们赢。哎呦。好，有，我有信心。我要换拉拉裤。好，你应该把第一关的蓬裙带着啊。对。哎，我们的拉拉队是老球迷耶，老球迷啊，他这个不是那种，而且我们这个球迷，而且我们这个职业运动已经进行了20几年，就只有这个球迷，真的，他就死守着我们这个赛事。好，来，上半场5分钟计时。哎，我还没。哎，你到底要不要拍球？夹住人家头呢？我这帽子脏掉。你好恶心，徐梦生。我站在这，你自己往前的。我可以往前，你怎么可以夹？而且真的好奇怪，他站得好好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呢？因为我要粘啊。差点就要拨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要粘，我要扭蛋就准备，我要看我什么时候要粘。等一下，是你往前，我没有夹。你为什么夹完之后有点娇嗔啊？害羞了，他害羞了啦。阴影，不舒服。我好想补一句，虽然是想到泰国了。来，裁判。哎，你会不会再准？你站有点定位呢。哎，所以我就是要这样。你不能在比赛区域里面呐。你要坐边，就算再资深的球迷，人家比赛你也不能闯进来，好不好？不是后退，你就算球队老板也不能在球场里面呐。5分钟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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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主枪主枪。加油！传球。好，不能动了，他摸了，不能动了，快，丢出来，快点！哎，孙天丽，丢过来，孙天丽，快跑，跑过去，跑！他守住了，黄队犯规，对鱼队的球。OK， 好，这里哈，他一定会交给许梦哲，不一定哦，很难讲哦。许梦哲，你定许梦哲哦。好，很好。很好，这里很好，不行，这不能过去，不能再过去了。给我，好，再往前。只能用卡层进去。碎。好。丢！站住！你！快！粘！犯规！好恐怖！走后面！哇！给他，好 ，yes。
一分漂亮。黄队一分，黄队一分，现在球队进攻。那你还是一开始要跑去那里。好，等一下他一传球就找你台阶。哎，好。接起来就对，给我楚翔。去，快，站拿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快点，犯规了，犯规了。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夹高的感觉了吗？哎，这个感觉好奇妙哦！突然眼睛会一阵黑暗，就被夹起来了。很热。是啊，因为黄队犯规。哎，小心啊，他们离球门很近哦。原地啊！好，原地，原地原地啊！你自己身体跑，你跑啊！给我，给我，快点给我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！我在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先拿着，这样给他。好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，不要！主将，来 ，Go！ 啊，快！只有三秒钟，三秒钟他们来不及进攻。到了半场，1-0。在这么长吗？我们维持这个策略。看我们尽量球击很漂亮。对，就是他左边、右边，我们拿球的人都不要跑，就负责传，传到女生身上，传接传接，然后最后一球碰到女生身上，女生就冲进去。对。现在1-0了，所以他们只要一分，我们就变平手，还要继续打下去。所以下一回合，防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腿要软了。就把球往身上放，有你在后面。我刚刚就尽可能在前后都躲。因为我会待在后面，他们双脚这边两排，你说前面往后跑。加加加！举队的球，我跟你连在一起。朱翔，来了！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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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爸爸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喂，哎，你把我抱住了！抢球不可以抱了，太快了啦，不行啦，不行！啊啊！亚洲，传出来，传出来！快跑跑跑跑！加油！啊，不行！加油！啊，不行！没有没有。球滚进去了，没有，我先到的。没有滚进去。哎，等下，局队暂停，局队暂停。要开工具人了。换班，换班。哎呦，比篮球还累啊！好累哦，妈。调地图。走回来！走回来！解放军，好猛啊！等一下，对不起。奇怪，哇！我只是想卡个位，但不小心太大力。要不我必须要说，如果他没有承认，会觉得你是假摔。别，别过我这！别！我换球队的球。因为你他撞我出去，不是说不能撞人。我没看到。
裁判角度没看到。公务合理冲撞。合理冲撞，冲撞他。根本没得，根本根本就没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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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就没得。来，我是过来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要遵守规则。开始喽。你。太准，太准！裁判，你还在讲话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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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裁判！在最后紧要关头对上了，究竟孟哲能否突破祖雄的防守进门得分，打成平手再战一局呢？哎，一分一分，守住守住哦，还有二十八秒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过去过去，你快点跑，快点跑，撵撵，挡住他。手抱着啊！哎，跑跑跑，快！剩没多久，剩没多久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控制时间。给他，守住了，守住了。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束。哎呀呀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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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排一排，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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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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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可怕了啦！辛苦辛苦辛苦，谢谢你们结束比赛，谢谢谢谢，太棒了，谢谢结束比赛。大家都很辛苦，真的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不要说男生啊，那女生很多，基本上体力还要跟到两场。总共加起来十分钟了，真的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女生给自己掌声鼓励，快！好，那你们辛苦了，去
去外面麻烦坐公车，然后转回到台北市。我们今天收工了，谢谢。他们还没领钱嘛？华哥想說，对啊，那你们先撤，先撤。先不要这样，还没领钱。好，所以恭喜黄队获胜。应该是吃不下的吃东西。辛苦辛苦，黄队太厉害。我要好好补一下，没有你们两个的联手确实厉害。那么我要补，因为我身上都是蟹形的抓痕。哇塞，蟹形的抓痕！而且听说蟹形又把它整个扑倒在地上，我把它十字固定、欸。我身上没有球，它还是这样固定我，整个人爬上来。吃豆腐吧，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他防守他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要进入这个局，你在他跳高的那个时候要进去。做到这个时候，节目都快结束了，后面剩的机会还在防守，有没有？用心啊，用心。好，那这个餐非常的棒，饱足感很重。限时三十秒，预备，开始。三十秒，怎么能吃？不要讲咖喱乌龙面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吃的是很厉害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会死。这时候应该最想要的是一杯冰沙。我最现在最想要的是运动饮料。对啊。好了，恭喜我们黄队得到锦囊两颗，一个人两颗骰子，恭喜他们。看这个领口三井凹类的空间有多好。我记得刚开的时候我们有来过一次啊，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还在那个楼下有夜景，对，很饿耶，现在闻到这个味道。刚刚那一关太辛苦了啊，所以最后一关的获胜美食你们自己选，我们买好不好？我们自己选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选一样。那就大家进去喝个酒啦，串烧嘛。统一选一个，统一选一个，统一就把和牛啊，和牛啊，和牛，上万块的和牛就直接吃啊，和牛吃到扁吗？不是啊，要我们你自己说，要我们自己选。哎，怎么会每个都想吃啊？可是我们只能选一样哦，点点心，统一选一样。隔一个玻璃啊，一定要拿电话起来。欸、你最近过得好、欸？但是穿橘色衣服的是你。点点心啊！来，欢迎阿伟。好来来来，好来好来，你好你好，巧遇耶！今天这么巧来这里。哎呦，阿伟，那你这么巧约会被我们看到啊？没有了没有了，那个是公司同事。啊，厉害了！阿伟现在已经是餐饮业大亨了，不得了啦！有啦，新闻也都报得很大。对，因为他很专心在做这个生意，然后跟服务的品质，哦，东西也都很好，重要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们有公关吗？我们有公关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干脆就直接拿他们餐来做这一关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自己选贵不贵。我们贵不贵啊？啊，基本上呢，应该是招待你们了。好不好？毕竟你们是天王级的，8月22就要开演唱会了。对对对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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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做生意很辛苦，对，辛苦是不是？对，我们都知道很辛苦，一定要赚钱。那我们就加你80%。我跟你讲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话就是讲直白，是做生意辛苦，对，录影你就一定要收他钱，一定要收。那我们自己来私下来再招待就好，私下来再招待。有道理。哎，好，不过今天难得，我们今天遇到你，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整个三井。这里呢是北台湾独家日系的Outlet哦，所以其实它跟一般的百货不太一样。你有发现这个路比较宽吗？对啊，哎对，大概九个人拦住这整个后面的整个动线。我们刚刚一群人这样走还是很舒服，还是很舒服。然后这边有很多日系的品牌，是。然后餐饮的部分呢，其实也是做得越来越好。对，因为我们开在这里，其实这几个月的反应都很好。而且厉害了，各位，在我们讲话的同时哦，它里面是满的耶。满的啊，感谢啦，感谢啦。那你就拿出几样。招牌菜是不是？好，找几个最贵的给你们。最贵的，最好最贵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厉害了，这是诚意的问题。对，诚意的问题。是。推荐一个就是我们港式一定要必吃的葱油鸡，葱油鸡。哦呦。基本上这个表皮煎的酥脆，吃起来就是有出现香香焦香的感觉。捞面是不是？对，捞丁，对对对，捞丁捞丁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猪仔流沙包。哦。这是我们最热门的商品。那林口三井的这一次呢，我们推一个新菜叫做龟兔赛。因为其实这个 idea 是因为我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念
故事给我女儿听，然后她很喜欢这个故事，所以就刚好有这个启发做了这道菜。哎呦，然后讲完故事的时候来把乌龟吃掉，哈哈哈哈哈。的时候不要吃它，对啊，跑太慢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这道三道菜里还有一个港式的豆奶，对啊，经典经典，太棒了，感谢感谢。蛮好的啦，再来这边巧遇之后呢，还可以熬一道好的料理。对啊，大家就是可以来这边多支持一下。哎，真的，而且这边真的很棒哦，这边很多亲子团，另外还有巧虎猪，定期会有一些互动，其实蛮棒的。好，太感谢阿伟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继续跟你的女性友人吃饭。我进里面了，不打扰你。哎，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点点心呢？哎，大家一起念。各位前往关卡处挑战任务，成功可获得一片三分之一解谱。率先抵达弹奏区，并排出正确歌名之队伍获胜。弹奏出来才可以哦。这三分之一解谱是割开来，所以你拿到一片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歌。然后赛前各队会自己抽歌曲题目，然后每完成一关，带队就会给你一片三分之一的解谱。完成三关之后就完整了，然后回来就到弹奏区去弹奏。那如果两队都同时间回到弹奏区，就是看谁先猜出那个歌。对。那这个我们这边我直接先问啊，有人是直接看简谱很强的吗？应该可以蛮快的。哎呦，那我们怎么分队？就分三队，然后所以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三颗奖金。哦，那感觉好像跟谢欣一队。怎么分？怎么分队？女生大队长猜拳选队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那我最后选，那我第一个我要选，刚刚有人自己说他钢琴跟简谱 OK， 音乐系的，哎，你是音乐系，或你是英文系的，是音乐系，很厉害，我是找音乐气息吗？那你主修什么？钢琴啊，那我要选谢希，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厉害，来来来。糟糕，被他选走了。我好，我先选下一句。那我的话，这些人我的话，我弃权。好，不要打不动。你要自己一个人打关的。但我觉得小可他感觉，是不是对儿歌比较了解？不要这样，我其实不愿意讲，我对简谱略有涉略。我两个小孩都要学钢琴，哎呦，其实我在跟孩子学这样。哦。你现在觉得我不好了，我不想讲，徐小可过来，我那个谢希奇，哎呀，这三位，我有一个对音乐很厉害的，那我就要再选一个玩游戏厉害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选五雄，五雄，又是五雄 ，OK， 来来来来，熊志飞，我选华哥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要，你叫我当三年级播主。主播在干嘛？在唱歌哎。对，你看你，所以我相信你会猜歌，但我要先有一个会唱歌的。他全球前排名前十的，唱歌三年哎。对，你就让他信心受损。所以最红的歌我都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我相信你猜歌。他真的选完之后，他没有选你，你怎么会听他在那里讲那些有的没的呢？选我啊！我有，我现在选你呀。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。我没有看不起你。我真的给你解释了。小可姐姐，麻烦出奇怪，从头到尾最看不起你的是他，然后你对我生气。我给他证明给你，来吧，待会都给你谈，好不好？好，凭着信心，那我们就听哨音，预备。不要奔跑哈！其实我现在觉得很有胜算，对对对，因为有一个音乐系在的，我们游戏要过啊，我们一拿到的话就可以猜歌了。游戏我们两个在，都弹出来就可以了。对啊 ，OK 的，这个凹内好大。对啊，这边是他们吃饭的美食街，就是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先用这个，先用这个，哈哈，找到第一个，来。全员听台词，猜电影名称。答对，你们就要过关。台词，台词，哈哈。我说了，王八蛋想叫我都不要，走呀，找茬儿。去了，不是他，我还想玩儿，误会了，不是人，是他们坐骑太广了。唐伯虎点秋香。我曾经有一个空虚寂寞的人，关秋山。哦。
哦，不是唐伯虎，不是唐，对，是那个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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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威龙闯天关，龙里面。就吵架王啊！看你的胸脯甲。不是威龙闯天关。吵架王是威龙闯天关吗？吵架王。不是吵架王吗？吵架王那个是九品芝麻官。答对。Yes。突然想到。突然。华哥，对，九品芝麻官。对对对。第二题。我要挑战十个。叶问，十个。叶问，我们答案是叶问。恭喜答对。哎，还关铁门走出来，我要打十个。要打十一个啦。对，恭喜。耶。小包包。华哥，不错吧？不错，你太厉害了，连这个对白都背下来。台词蛮酷的，华哥。他听声音。话里龙不吟虎不啸，小小书童可笑可笑。棋盘里车不马，马不将，叫声将军。好了，这很明确了。一二三，唐伯虎点秋香。我跟你聊聊下一题，讲下一题。我成功哎！我长大以后啊，一定要去台北看你演唱会。台北一定要再看演唱会。那个以后叫刘德华唱歌。那一年，我们一起去真的看。那一年我们一起真的看，对。我成功哎！我长大以后啊，一定要去台北看你演唱会。那有什么难的？哦哦哦！我的少女时代，我的少女时代，我的少女时代。耶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来第一题，大家可以问他。好。要平保才能开。好。你真是的！哎，房子买多少钱呢？花了5000两啊！哎呀，你居然拿5000两去造天男人！你不要吴孟达，吴孟达来的5000，你没有5000两哦！没5000两，连我都不敢说。九品芝麻官，造天男人！你那5000两，我一分钱也没花呀！你撒谎！山西布阵5000两你没用过，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？你有病啊！山西布阵的5000两在我房里。啊！山西布阵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！九品芝麻官。还是唐伯虎点秋香。刚有这个配乐，应该是古装的。古装，而且是吴孟达。唐伯虎点秋香。不是答错。哎，凤哲队会不会第一关就卡死呢？而这熟悉的台词究竟是哪部周星驰的电影？广告后回来揭晓。山西布阵5000两你没用过，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？你有病啊！山西布阵的5000两在我房里。啊！山西布阵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！九品芝麻官。还是唐伯虎点秋香。刚有这个配乐，应该是古装的。古装，而且是吴孟达。唐伯虎点秋香。不是答错。好，韦小宝。不是韦小宝。威龙，我威龙闯天关，威龙闯天关。答对，我解释。第二题啊，好，新来的，顶庄只到二段，这里是三段，我们大桥头在管。哦，我知道，角头，我演的，因为刚好这个句是我的台词。Yes， 好。好，一位队员放纸叠杯，其他队员轮流抽纸收杯，完成即过关。什么意思？你放，我要放。对，尽量放，尽量放正。我们要抽起来，让它可以盖进去。啊！糟糕，华哥怎么连叠杯子都有问题？不是，华哥还是我叠，我叠，给我叠。我叠。这个还没有叠。你要不要一个左一个右，一个左一个右啊？会不会比较那个？好像不能，就是你一定要在中间。对，要在中间，要让它尽量在中间，尽量它在从影子，没有纸不用在中间，纸不用在中间，纸在边边。OK， 好，我跟五熊说，我跟主熊。不行啊，要角度了，我来摆。哇，好香哦！天哪，旁边的咳嗽。哇，好，我们先玩游戏，我们看一下。两位队员轮流插海盗桶，一位队员这样插上接海盗桶。好，我接，你们两插，轮流插。换我，换你。好，哇，
吓我一跳，太强了，突然跳起来，真的是这样。接，没有，中间还有一段，中间头尾，中间头尾，一楼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我先哈，下雨先弄得蛮好。哎，华哥抽着，然后平的要一瞬间。真会被你们弄死！你弄完我一定过。这样算吧。这样可以，你。再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这一格应该也要摆这里。要摆这，好。换一个边，左右。对，左右。不要打，这样不行啊！对啊，我觉得要还是要让它在中间，还是要让它稳呢，吼。对，好，我让它尽量滚好，来。这附近，哇，这。一个队员放纸杯，其他队员轮流抽纸杯，我叠。好，你叠。就我们要抽很快，然后那个杯子没有翻过去，它直接盖下来。好，所以你刚刚你摆了是不是？对，好。哇，对，我们把间距缩小。哦，可以吧？你只要再拉六层没有掉。哦，可以这样子啊。平一定要平，因为现在是垂下来的。对。啊，我知道放的诀窍，先罩着它，然后再来放。那福哥加油，你是有技巧的男人哦。对，我有技巧，我技巧。他是有准头的男人。对，我只剩技巧了。来，可以，你要顺着这样，顺着。OK， 换你，这个很关键。哦，是有，可以。你这边往这里抽，往你的方向抽。这边对。对。啊！难了。在这里正上面。可以。用拜托的，拜托主灵保佑，真的。可以。还蛮擅长这个的，对，把它抖进去。Yes。好，我终于为本次有一点点小贡献了，谢谢。来，谢谢，来，往下。好，来，继续，来到这边，怎么样？来看一下，两位队员轮流插海盗桶，一位队员手拿汤勺接海盗桶，接到指挥官。我插的时候你扶。OK， 你插的时候我扶。你们要把它扶好，扶稳，哎，不用太大力，有插进去就好，动它就会起来了。你太大力要防它晃，不然它跳起来它会不好接啊。对，你要让它很稳的跳起来嘛。对，觉得快了。转一圈，可以转，这边啊，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没有，1、2、3，我是跟你讲，我接是厉害的，走，弹钢琴。没有，你现在已经往那边倒了。好，可以。啊，速度快啊！好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来哦。你慢你就会移动到上面的。是不是可以纸可以放边边一点的？可以，只要有压到就可以。好，你先抽第一个。好，加油！然后我可以连抽吗？可以连抽吧。可以啊。Yes！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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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两位队员轮流插海盗桶。一位队员手拿汤勺接海盗头，接到就过关。好，你先，随便插一个。好。要插进去哦。哦。换我。换我。这个蛮好玩的，随时会中奖。许梦哲这个人。换我。许梦哲很长，前几发就中。真的。对。我。这里你不要唱最慢的，来，阿哥，来，你晓，你晓不？你晓起不？重复歌开始，陪你去看流星雨。这个答案是流星雨。恭喜答对。哇！这个是玄魔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啥歌啊？你再副歌再一次，有了，是流行歌啊，流行歌。Love，Love，Love，对你爱不完，答对。啊，对，你太强了。好，来，所以现在公布成绩，获胜的是第三名是22分26秒，就是橘队了。对啊，要22分。第一名是18分27秒，是差4分钟，蓝队。耶，应该是蓝队，所以我们可以吃点点心。谢谢阿伟。
感谢，这个葱油鸡捞丁，这个哦，哦有，鸡肉先吃，哇，那个鸡皮筋，那现在也是脆的哦，哎，我不知道，猪牛杀，你那鼻孔要戳两个洞，然后喷出来哦，一人做餐你就是要用心，哎呀，我在叫，先让它喷一下，太直了，太脆啊，它的海豹是这样子从鼻孔上，再挤出来，哎呀，还有两个鼻孔用意就是这样，哦是这样哦。 这个好吃，流沙包，好吃，好好吃哦，好过分哦，好流哦，好流哈，好流哦，这下好吃。好，所以你们这一组一样可以各得三颗骰子。好，所以来要宣布一下大家个别的骰子。主球没记错的话，他今天每关都赢。哦，那十颗，九颗，接下来要来摇骰，用你们的数量摇骰，要骰出最多的可以跟他们奖金挑战赛。好，76。 42，哎，76，44，42，42嘛，超过42就赢了。对，我们猜到42而已。哎，全部六有算暴击，他不赢了。哇，你有暴击的很美。全部六太难了。啊，你全部一，我们也就不错。那几个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看，哇，我们两个，两个一，他赢了啦。但是你看啊，34，42，43，赢了。哎，不用了，要不要给你们六颗六，算你们赢？ 不要浪费了，谢谢谢谢你，你没得比啊，我们就不用比了。好，恭喜祖雄进入奖金挑战赛。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史上最多的箱子，哎呦，对呀，一二三四五六十二个箱子，要怎么玩呢？进行开宝箱换奖金挑战赛。哦，先盲抽黄色的宝箱当做奖金的基底，然后再盲抽橘色的宝箱。 的倍数，奖金乘以倍数就是今天可以得到的奖金。那一定可以拿走。这边有没有零？没有，有没有零？没有零啊。我们节目不会给你零呐，但是会很少就是。我们最低的记录有严厉你20块，20块为加。但是，我目标是超过20块。那个奖金基底是最高是3000。哦。最高。然后这边再乘以倍数呢？倍数最低的是5%。 最高，最高的3000，最高是20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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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口抽满最高额4000，又抽到最高倍数，双双把奖金带回家呢。1000块，1000了。你再抽到3000，1000的200%也才2000。三，好，该不会就是3000吧？对，500。哎呀，1500，基底就1500了，200%，200%。那我拿最大的6好了。哎呦，6666，最大的666。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买一个刺激一点，你从16。哎呦，哎，这么他直接帮你去掉一半。你如果去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去掉有没有。你如果这里面呢、啊，他如果这边是有抽3000什么的，他就不会这样子做。搞不好去掉是高的哦，50减半，减半。然后还有三号是10%，哦，好好好，10%拿掉，那这应该是5%，100%哦，这个有，他也拿走一个好的，5%还在里面哦，5%还在里面，他还有5%，也有200%，但你刚后来选的6号还在，对，你要坚持吗？还是你要换？好了，相信我自己，66大顺，你算好。OK， 这个如果徐梦哲选，可能要半个小时，会天黑了。请，先看另外两张，好折磨哦。快了，到贵妇雷利，这个是一号是5块，那就是1500或75，你就直接开你的啦。啊，100，1500。
五花在这，五花在这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。好了，恭喜你之外，我们今天也是送分题的啦。哎呦，观众也知道你拿了多少钱了，所以请问五熊到底今天？祖熊到底今天拿走？快结束了吧，快结束。祖熊到底今天可以拿走多少奖金呢？请大家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小明，就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。然后也恭喜祖熊拿走七千五百奖金。开心就只有从一面对了，对对对，把所有熊字辈发来，我们真的会火，真的会有的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看你今天游戏，下周见，拜拜。